过去200多年啊，人类的真正大的改变就是以企业家精神给迸发出来了。不同时代的人一波一波的登场，92年南巡以后，这么大一个机会释放出来，让你做生意。40年的大浪淘沙，百炼成钢。这个社会中是需要一些不一样的想法的人。召唤我们还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家国情怀。走得再远，不忘初心。相信历史会特别铭记这一代企业家。亚伯利的思想就像亚伯利外面的雪花一样覆盖大地。